10月15号，最近拍戏忙到飞起的王俊凯同学，继去年入围90后十大影响人物后，今年也再度成功上榜。凭借着《诛仙青云志》中的惊艳表现，以及登上春晚舞台的人气证明，王俊俊凭借着超强实力，毫无争议的排列第二热。而因为此前奥运会的霸气表现，女排队员朱婷是强势占据第一位。而在鱼队中，有着让人目瞪口呆演技的张艺山也是首次上榜。而凭借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，以及火遍网络的表情包的傅园慧，在成为今年第一网红的同时，也是顺利入围。此外，刚上大一的国民闺女关晓彤也凭借着电视剧累积的观众缘成功上榜，而去年曾上榜的宁泽涛、鹿晗和蒋劲夫等人均遗憾落选。芒果捞新闻，无论有没有入选，新手宝宝们都要继续加油。好的。